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有一居的三房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。有一居第十四至到二十座的单位呢，就是最近港铁站的了。而今次我要介绍这个单位呢，就在十五座，它的实用面积呢，就是584尺。一入大门后呢，就已经是我们的长方形的客饭厅。饭客厅呢，怎样摆位呢，都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本身都是零走廊的设计。单位方向就是向东的，虽然是望回我们游一居的楼景，但是因为高层可以望到天空。单位基本上呢，就是没有主力墙的，所以业主就将这个单位作出一些微调。现在我们望着的就是主人房了。主人房呢，就将个主人浴室门改装在走廊位，而衣柜位呢，就借了隔离细房的小小的位置。主人浴室洞门改装在走廊之后呢，就令到这个浴室呢，就更加实用，它是保留翻用浴缸。由于业主就想小朋友俾心机啲读书，所以将佢嘅睡房扩大咗少少。扩大咗嘅房间呢，面积相当阔落，可以摆到衣柜同埋书台。最近客厅嘅房间就改细咗啦，变成为一个储物室或者系工人房。下次呢，就是改了做企缸，而洗衣机呢，都是摆了在浴室那里的。厨房就是呈正方形的设计，可以摆放到基本的煮食炉具，储物空间相当充足。多谢大家看我这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